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。谁介意你？二月八日嘅星期一下昼嘅五点半钟傍晚时分，今日系我休息嘅咁啊，先头咧，我咧拍咗两辑录像噶啦，咁啊喺度食饭啦，自己今日咧就冇出去饮茶嘅，就系喺自家嗰度咧，就系阿小杨咧就整咗几味，咁我自己咧就系出边咧喺出边买咗啲啤酒翻嚟，咁啊饮咗两罐，咁啊就当系嗰啲party 咁样啦吓，各大食唔晒，咁啊已经系好饱啦，咁吓。食完之後咧，咁啊，而家咧，我咧就係喺呢個自家嘅後花園呢度咧，咁啊喺度咧就係幫大家吹下水嘅。而家咧我咧就係用翻我自己呢部，即係呢部相機係佳能嘅，係2009年嗰時候咧，我喺廣州度買嘅，就2000几蚊。咁啊呢部相機啊陪伴咗我好耐時間啦，一直都係陪伴咗我周遊列國啊，去到咩地方我都带住呢部机嘅，咁喺呢度呢部机咧就系口袋机嚟嘅，咁去到边度咧就带住佢，好细部啫，巴掌咁大嘅吓，咁啊就唔同而家我买啲机啊单反机好大部，不过唔系我嗰啲机都系大部啲，但系呢部机就好大，好细部，好细部，比手机仲细部嘅吓，咁啊好耐冇用过呢部机嚟去拍录像嘅，咁今日咧就系、是、我谂住咧就系、是、重新起用翻我呢个老朋友吓、我忠实嘅老朋友帮我拍翻呢啲。咁嘅片嚇，咁我今日用佢嚟拍嚇，可能比唔上而家我買嗰啲單反機，幫埋嗰啲佳能 G7X 啊嗰啲嚇比較先進啲機嘅，肯定不敵。但係呢部機咧係我一個即係跟隨咗我有11年時間嘅，所以我咧就係、是、就算我以後拍片咧，我都會讓我呢個老朋友嚟去幫我去拍嘅。咁我亦係好有信心嘅嚇，好有信心佢能夠重新喚起佢嘅。青春的活力幫我去發的確呢部機啊嗱，要嘅諗下啦，咁啊時候你去歐洲啦拍片啊，哇！我每去一個地方玩咧，我會照片啊，影好多照片嘅，起碼都成六七百張嘅嚇，去泰國六七百。但係咧呢部機咧，我拍錄像比較少嘅，以往咧我一直都係袋喺個袋度，見到風景就拍，見到風景就拍。甚至我喺到美國嗰幾年咧，我一直都係用嚟記錄我生活嘅嚇，但係一直都係冇用錄像嘅。咁啊，而家咧我就重新咧就啟用佢嚇。所以始終咧就係、是、人都有感情啊嘛，所以對於呢部相機、佳能相機陪伴咗咁耐咧，我就係、是、我重新咧就係、是、抹得好乾淨啊，將部機整好乾淨啦嚇。咁今日就開始拍第一輯嘅錄像就係呢部機啦嚇。所以以後咧就係、是、一視同仁，不論係單反機又好，其他機又好，咩機都好，任何機。我都會輪住嚟用的一樣嘢，唔係話因為呢部機靚我就會拍多啲，而唔係話呢部機唔得我就唔拍反正咧，我覺得我好信任呢部相機嘅，所以佢一樣係平等咁樣去幫埋其他嘅相機係輪住嚟嘅嚇。比如話今日我用呢部機拍，聽日我用單反機拍，後日用嗰部機拍，再用 GoPro 嚇，然後跟住往此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希望他能够陪伴着我在洛杉矶的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希望他记录我的每时每刻的生活，所以这件事是我最快乐的所以现在就是五点几钟，一阵间小杨咧帮我剪头发噶啦，咁啊一阵我咧就系会用另一部相机嚟去录拍摄成个过程吓，因为呢部机咧可能咧就系、是、唔一定系即系拍得咁清楚，但系咧就系、是、嗰部机即系如果，所以我其实好时候咧我就系生活上嘅嘢咧，我希望咧就能够多啲记录下。嗰種瞬間嘅精彩，有時啲嘢一瞬間即逝嘅就係，比如話今日係2018年啦，10月8日啦，過咗聽日9日啦，10日啦，咁你到時再想象翻10月8日嗰日 ，no 噶啦嘛。我唔知你啲嘢放邊度，放門咧，我先嚟落嚟，我先，我揾個物業地。哦，得。我出邊冇人攞你㗎。得。
但今天就很有成績，今起碼呢我今天雖然沒有出到去，但我將自己的房間收拾好，將自己的工作室收拾好，今天以後就是安心地工作啊、生活啊，另外再拍片嘅，做翻我嘅主持人嘅，就是《瑞世紀影視行公司》嘅嗰啲片啊，啊，你話好有信心，好有信心啦，嗯。好啦，而家咧就係呢個機咧，先係拍到呢度先，咁啊。一陣間咧就繼續，因為今日咧既然喺屋企咧，我都會繼續咁樣不斷咁拍出嚟一個一啲生活記錄。因為有兩日，琴日啦、前日兩個都冇咩拍嘅，咁今日咧就執好曬啲嘢啦，咁啊精神好啊，食飽啊咩咁啊嚇，開心啫嘛，拍多啲啦，咁啊 OK， 一陣間先再傾。